我叫霍尊，今年23岁，我是上海大学一名大四学生。我是大二开始写歌的，我的大多数的音乐天赋我想都是来源于我妈妈的吧。从我记事起，我是跟我妈妈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的，在她眼里我永远只是一个孩子。霍宝贝呢，从小就非常的黏我，反正要是我在她面前消失10分钟啊，她就妈妈妈妈的没完没了了，着急的不行。我妈以前是太平洋歌舞团的一个当家歌手，在我眼里其实是一个天生的一个艺术家，她喜欢放一些老派的歌，所以耳濡目染的我现在形成的这样一个风格也是会有他们的影子吧。中国好歌曲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机会，只要获得导师们的认可，我想我能弥补我妈妈以前的遗憾。帅吧，帅帅的。自己好不好？你常常把这个掌声好不好？哇、wow ！谢谢谢谢。好紧张。我叫霍尊，今年23岁，然后是一名大四学生。谢谢。我想说，真的，你真的特别特别棒，写的非常好，就在你这个年纪，可以写出这种韵味的歌。刚才我看到了一个细节，欢哥为这首歌。为了你流眼泪了，真的。谢刘欢老师。说实话，我刚才一直在这儿平复我自己，你这个歌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我现在竟然坐在这儿还有一首歌让我听到一半，我就 hold 不住了。太好了。哎呀，真的，我
我觉得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都没有白来。我们今天四个人坐在这里，就是要每个人为自己的这张原创的大碟选自己的歌曲。你刚才唱的这样的东西，就是我真心真心想要的。我跟你说，这种带中国风的东西，我前两年也在尝试。我在做这个电视连续剧《这个甄嬛传》的全部的音乐和里边的歌曲，就在努力的想把我们中国古风的东西跟我们西洋的音乐有一个结合点。你就是我想要的，你这首歌就是我想放在唱片里边，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到，很好很好。谢谢刘畅老师，谢谢。你是什么状态下写这首歌的？我是从小是学古典钢琴的嘛，坐在钢琴旁，我就伴着钢琴，就这么自然流出来了。你的钢琴学到了什么水平啊？演奏级了。演奏级、就是弹到协奏曲了吗？肯定的，弹了。太厉害了。其实我开始原创也比较晚，我是一年前开始写歌的。一年前写歌？对。你就写到这样子的歌，很不公平，有没有？天空很不公平。最早我是写普通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流行歌，然后从 R&B， 然后再到乡村，再到中国风，然后都有尝试写。你的家人有听过你唱歌吗？你的听过，听过。其实我之所以喜欢上音乐，也是多半是归功于我母亲。哦。因为我妈妈是，她以前是个歌手。而且是个很唱得非常好的歌手，但是因为了照顾我，然后放弃他的事业了。哇哦，哇哦，嗯，哇哦，对，所以音乐一直以来是我妈妈的梦想，而且我按照我妈的话来说，她希望我能延续她的梦想，就这样。哦，所以你站在这个舞台是为了你妈妈吗？不全是，80%是吧？会有压力吗？会有，但是我妈妈在底下听着，所以我感觉很有底气。我今天也来了吗？妈妈在哪里？有来，她在后台听。那从后台听一下，掌声。其实我觉得她妈妈才是她的启蒙老师。是的，既然母亲来了，我们大家要请她的妈妈上台来，好吗？请下你的妈妈。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我们的伯母，好不好？刚才你的这么出息的儿子跟我们介绍，你曾经也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既然站在这个台上了，给我们亮一嗓子，好不好？好紧张，加油！我总感觉好像20几年前。不要紧张，比我20几年前还要辉煌，那么棒的。我正脑子很乱的。慢慢来，我就唱一首。也唱了太多次了，但是今天来唱好像也只能唱这首歌了，因为在我生命中我为他加油过无数次。他是我生命中最在乎的一个人。我只在乎你。Eki 妈妈还是很专业的，已经抓到了。谢谢。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我
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用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在台上，两代音乐人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的生命与美好，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他们鼓掌。我差点想推了又。所以现在，周华健、欢哥还是小雅，还有我。别忘了你。你的决定是是是我选刘欢老师。刘欢如愿以偿地为他的原创大碟夺下了一首心仪的中国风歌曲，霍尊这位嗓音独特的大四男孩带着他最满意的作品来到舞台，得到了四位导师的认可，也延续了妈妈的舞台梦。谢谢你，谢谢你。